好，接下来呢，要带来的是新歌。那这首曲子呢，是我写的，然后曲呢，词的部分是我们一个社员写的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一个体悟或者是这样的经验？在感情上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会到最后分开会很痛苦。那有的时候痛苦呢？并不是因为可能对方做了什么事而伤害你，而是到最后呢，可能因为以前的太甜蜜，那导致现在的一个反差，然后感到难过。所以呢，今天呢要来带来这首，算是接下来看到一个画面，是无声的 MV，是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下去做的。然后呢，包括词啊、曲啊、演员啊、故事啊等等，任何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创作而成的。带来这首《原来最爱的人》。是我一生的责任，以前的回忆想起特别心疼。看手机的简讯，原来越是相爱的人越是残忍。是谁说过要我当他一生的守护神，过去的甜蜜现在都成为伤痕。原来最爱的人伤害最深，原来越是被爱的人越是心狠，残缺的爱情不需要光年前，一次又一次的难分难舍，最在乎的人伤害最深。原来我最爱的不是爱我的人，真心的爱情却得不到心疼。最在乎的人伤害我最深，原
原来我在爱的不是爱我的人，真心的爱情却得不到心疼。原来最爱的人伤害最深，原来越是被爱的人越是心狠。无心的爱情不需要谎言切割，一次又一次的难分难舍，最在乎的人伤害我最深。原来我最爱的不是爱我的人，真心的爱情却得不到心疼。破碎的感情让你心如刀割，谢谢。